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飞蛾扑火是一种宿命，这种宿命让无数诗人心生感慨。唐代诗人张祜曾经写过一首名叫《赠内人》的诗：进门宫树月痕过，媚眼唯看素燕窠。斜拔玉钗灯影畔，踢开红雁救飞蛾。这里的内人不是妻子，而是深宫中的宫女。她们一入宫门就失去了自由，所以看到扑向红烛的飞蛾，也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。于是呢，踢开红雁救飞蛾。白石老人也为这种情怀动容，于是以此为题创作了一幅画作。这幅画依然是白石老人最擅长的兼工带写的风格。画面右侧，浓墨干笔，只用三笔就画出了油灯的身子。与其说画，倒不如说写。大家看，像不像写了一个上字呢？完全是书法的笔意，甚至还有飞白。然后呢，几笔淡墨勾出灯芯，两点曙红点出火苗，一个油灯就画成了。率性而为，古拙质朴。画面左侧，一只呆头呆脑的飞蛾正在缓缓爬向油灯。与油灯的神似相比啊，这只飞蛾简直能以假乱真了。我们把画面放大，就会发现它全身蓬松而立体，尤其是那一双翅膀，不仅有清晰可见的纹路，更有一种毛茸茸的质感，仿佛一碰就会有鳞粉掉落，简直是出神入化。而飞蛾与油灯这种宫与写的有趣对比，创造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态氛围，令人拍案叫绝。根据画上的题跋，我们可以知道这幅画是白石老人85岁的时候创作的。想必很多观众会产生这样的疑问：一位80多岁的老人，在视力和手的控制力都有所限制的情况下，是怎么来画出这么精细的工笔草虫的呢？原来啊，为了防止老年时候不能够创作如此细致的作品，白石老人在60岁之后就陆续画了一批工笔草虫，留待日后补景。这种先点睛后补龙的创作方式是白石老人的一大独创，既可以未雨绸缪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，又为日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多种的可能性。我们再回到这幅画作的主题，飞蛾扑火固然是自己无法改变的生物习性，但我们宁愿相信它是毅然决然的奔向光明，是义无反顾地燃烧自己，因为我们感受得到它在燃烧的那一瞬间所传递出的巨大能量。